现在只是他的午睡时间，所以他今天就是在这个椅子上午睡。就是地瓜很长时很长爬在那个椅子，软软的又大大的，整个他转过了上，基本上拍了五秒他就清楚了。你抓家具的事情不够吗？对，然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目前我妈也住跟地瓜目前是已经就是分开住了。就是因为我发现，马铃薯他在跟地瓜打闹的时候，就是玩的，应该说玩嘛，但是打闹，就是他们会就是出现，地瓜比较常出现就是脱毛的状况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是这边还是哪里，可惜，这边还是哪里有那个就是会脱毛，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发现两只养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是会去嫉妒。假如说今天，把地瓜摸一摸，这样摸一摸，有没有？把地瓜摸一摸，然后我再去抓那个马铃薯，马铃薯就会很生气，不让我抓，就是我没办法抱它，它会觉得说，它不喜欢有别人在的味道。但是他们两只已经在一起了，应该说一阵子了吧。然后另外一只是，如果像地瓜的话，比较没有关系。下巴这里好像有一个伤口，你知道是不是？因为他自从好像上次，好像是在前几个礼拜，马铃薯还在的时候，就留下这个伤口，到现在还没有好。那目前是只剩下地瓜在家这样子，那可能会比较少，甚至没有办法再拍到马铃薯的照片。对，这是反正目前的情况，就是真是打架打得很凶。虽然都已经剪过指甲了，还是一样，猫咪的打洞真的很可怕。然后医生也是建议说一定要分开这样子，要不然的话，两只一定会受重伤。对，那这个混乱，这个是有点，地瓜都是混乱。今天多拍一点你的写真集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最近也开始吃的很好。都是牛肉肉，那今天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已经只剩下你啦，只剩下你啦，还一直抓，还一直抓，你的行为已经被我拍下来了，我要检举猫咪协会，你抓伤我们家家具。OK， 好，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